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大家好。啊，真欢喜吼，看到各位来自坐伫即个说的所在啊。才过两三天尔，十月二五，什么日子啊？再讲一摆看麦啊！什么日子啊？我啊，啊，你甲看这个十月二五吼，中国国民党有伫庆祝啊无？啊，咱中华民国民进党有伫庆祝啊无？奇怪呢吼，六十八年来，咱所理解十月二五是叫做台湾光复节，结果十月二五迄一天，即马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拢无要庆祝，因两个拢做过总统，拢执政过，但是即马拢无要庆祝。所以这一天应该叫做愚人节。咱去互骗六十八年，啊，本来因甲恁讲迄个愚人节是四月初，对不对？啊，四月初什么日子？行宪纪念日。谁阿讲行宪纪念日？1945年四月初一，日本政府、日本天皇宣布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各位头毛嘛拢真白，应该拢知影。明明一个行宪纪念日，一个愚人节，改创颠倒，六十八年你拢唔知。啊，行宪纪念日迄一天，日本天皇做啥？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予你台湾人两个权利，一个叫参政权，参加政治的权利；一个叫做参战权，参加战争的权利。我相信啊，在座啊。莫讲哄骗，骗一天两天啊，骗六十八年，有的可能年纪还无遐条，无遐大，像我才六十痛尔尔，嘛是同款去哄骗六十几年啊，爱足生气的无？真生气，真懊恼。来，我阁问几个问题，真歹势啦，一开始就讲这款的问题，但是今日我要讲题目就是这啊。啊，你无定真不爱听啦。啊，但是呢，你嘛爱听，因为这无你十八年来，以后为今日以后，你会较清楚。啊，你回答唔对是应当的，啊，若回答对的，是无应当的，因为你有听过我的演讲。赞成台湾独立的，请你举手。哦，手放放来，真好。我嘛真赞成，但是我要问各位，台湾要为什么所在独立？你独立的意思是啥？可比讲，咱的后生要结婚，你的朋友来，哦，恭喜哦，你的大汉后生已经独立吧，就是要脱离你。离开你，家己去生活独立。你讲台湾要独立，请问，啊，台湾要离开什么人？啊好，答得真好。咱来研究看卖啊。中华民国有台湾啊无？哎，啊你无必要那独立。
我拢讲啊，哦，恁印拢印拢足大声，要脱离中华民国。啊，我甲你问讲啊，中华民国有台湾无？你讲无。啊，无你要安怎为中华民国独立？安尼有矛盾无？完全的矛盾。既然中华民国无台湾，中华民国无台湾，还有一个法律的基础呢？咱台湾人真爱用感情，用感什么感情？就是讲，台湾人真爱和平呢，啊不爱战争呢，啊故意啦，尤其。是一个政府。等一下，我解释，啊，因为哈，你的我即摆讲的镜头还袂到迄个所在啦。打打来，打打来，花时间也够嘞，下讲到十点二十分嘛，哈。当然啦，我到十一点要无？啊，我十一点二十哦，安尼真好。是讲吼，偌久的时间实在讲拢无够，阮正常咧上班，哎，六工啊。但是我紧啦，我讲紧重点来讲。中华民国无台湾，你若讲中华民国有台湾，你也提出证据来啊？什么证据？一般来讲，爱用条约、条约啊、treaty。这个 treaty， 什么叫 treaty？ 就是国家甲国家中间签的。要讲这个代志之前啊，我先去问你一个问题。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你举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然后啊，不是的举手。你看哈，你看哈，台湾人哦，台湾人，敢那白白台湾人哦，就能两种讲法啦。啊，我问个，我简单的一个问题，你顶爱举手的哈，对唔对？拢无进来的。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请你举手。啊，无参加，请你举手。我看你嘛无偌少年的，你看，有参加战争，无参加战争，两种的讲法。啊，唔知会举手。无，啊好，有参加战争，较侪人啦吼，啊算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哦，我先讲哦，这不对哦。台湾有参加战争，国家上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宪法在台湾实施。来，啊，若有参加战争，啊，参加战争一定有死人嘛，对不对？去战死的嘛，战死的以后。日本将这战死的人39100名的军人的英灵，给放伫靖国神社，当年甲拜。我去靖国神社，请你举手。啊，唔捌去，请你举手。好，你唔捌去哦，拢无感恩的心呐。遐人替台湾战死，你哪唔免甲去甲惊一个哩？啊，不是，所以一世人会记得，我跟你讲一句话，一世人上少爱去一拜，安尼哦，灵魂哦才会安定啊，因为遐人来保护台湾啊，战死去。中华民国有一个叫做忠烈祠，捌去的举手，捌去的，啊，你无你看因的迄个兵啊，伫咧。交换卫兵有无？好好好看有无？迄忠烈祠内底供奉的甲拜是啥物人？就是替中华民国战争死去的人。我请问，内底有台湾人无？各两个答案。有啦，无一百个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卖啊？
台湾人到底什么人？我甲你听，我直接的说，正式甲你讲，伫国际法内底，台湾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大日本台湾人，台湾国人。因为你过身去，才要甲你放伫靖国神社啊。啊，无奈过身以后，无爱甲你放伫忠烈祠。所以即摆吼，真个少年啊，你搞不清楚啊，我是中国人。你甲看卖啊，你是中国人，你就是做兵。即摆做兵五年来，你死六千个兵啊呢，一亿瓦死个，毋是贱死个哦。遐个人拢无放伫忠烈祠呢，因为即摆答案就一直造出来。中国人，中国个政权。将来无将咱台湾人当作中国人，是咱家己以热脸去贴冷屁股尔啦，这属实嘛？什么人嘛无法度来甲咱强辩？我最近伫演讲啊，愈讲愈激烈。最近我都伫现主席所讲的，但是愈来愈明。十月二五，国民党、民进党拢歪庆祝，所以我讲迄天叫做愚人节，互你骗六十八年啊！咱冇去做过兵呢，啊，即嘛毋是讲中国有千外粒、两千几粒的飞弹向台湾？但是马英九甲你宣布讲，会免做兵啊！国防部讲，还佫六万人，都爱这两年爱去。我估计，我的判断也无唔对，这六万人袂去，美国袂予这六万人去。我要讲，这个、台湾民政府以前，我要讲几个现象予你听。中华民国。无你庆祝光复节啦！即马所有的三军，迄、那个 logo 车脸牌，迄、那个标志拢无去啊！知影举手，唔知影举手，听无？我再讲一摆，车脸牌就是迄个青天白日，迄、那、党、個、徽啦，伊伊无。好来，迄党徽啦，你有看，所有的国家，你的战车、你的飞机、你的军舰，拢爱有你的这个国家的标志。恁咱台湾人竟然唔知影讲，这两年啊，雄雄这个标志拢无去啊！无。无去什么意思？啊，恁拢无人甲研究啊！啊，你讲我都唔知。战车，迄是无话讲，已经拢无啊。即马今年也是旧年啊，要过一个演习吧。造出来，一车拢无这个 logo 呢，迄拢无去啊呢。更加离谱的代志，听好清楚哦。你也看军队海军记得舰，伊安怎挂旗啊？你也看麦，记得舰迄张，这恁看会到哇？这张真简单，这张唔是我去翕的啦，这是啊、一周刊呐、啊，一周刊的第几期？啊，对，哎，苹果日报，这苹果日报该一周刊的啦，记得舰。顶冠挂什么旗？美国旗。啊，你中华民国那顶冠挂美国旗，啊，你中华民国旗有挂挂伫倒？你看，各位，为什么？是安怎？是安怎挂？是安怎？为什么？主从关系？
台湾关系法，什么理由都拢有啦。简单来讲，这架记者舰上盖多啊，这几多的绝对是美军嘛。讲飞机，伫今年的年初，争论节目三日的争论节目内底，有一个飞行员呐、啊，伊家己讲的哦，伊安怎讲？我足奇怪呢，是安怎咱中华民国买足好的一飞机，啊开足侪钱的，啊拢放伫关岛，拢美国人伫使。刚才秘书讲，咱到去买迄个玩具啊，我爱互恁后生耍，甲囥个互隔壁去后生去耍，下底拢足有疼心的呢。为什么？讲上个近呢，顶个月尔尔，报纸嘛有，自由时报嘛有，啥物报拢有啊。美国的 PE3 反潜机。就是去侦测迄个潜水艇的迄个反潜机啊，伫屏东降落。赛飞机的人是美国人，内底去操作的人是美国人，降落以后到中华民国，记者较紧来要翕相，好不容易嘛吼，中华民国的军人会当去接嘛，一个官讲哎不对呢。飞机飞机顶的飞行员竟然是美国呢，美国人呢。遐职员嘛是美国人，美国人交予美国人。什么时阵中华民国有请美国人来做兵？啊，佫较奇怪代志。当记者要去翕的时阵哦，遐美国人挡，不准拍照。报纸嘛有写啊，遐记者哦。他可能感觉真奇怪，为什么？飞机的 logo 的迄标志啊，提掉去啊，军舰挂美国旗，坦克车标志拢无去啊，军车，你伫路里看军车，你敢找看有一只？有中华民国的标志无？搁较奇怪，军法取消去啊，还一寡囡仔去读军法嘞，拢变做无头路。啊，有诶想讲，这是毋是干呐临时诶？洪仲秋诶案，临时将即个军法处甲取消，迄是永久取消啊！所以即个军校啊，内底诶军法即个部门取消去啊。为什么？表示讲后摆伫台湾即块土地顶管啊，没有军队了，你会惊无？我甲各位讲，你毋免惊。美国伫2006年10月24日，台湾民政府由我带头去告美国。2009年4月7日，美国高等法院判决5点。第一点，我今日演讲哦，欢迎你录音哦，无我来录音。我讲的话拢总负责，而且这个录音也是向全世界传播的，现场传播。5点，第一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再讲一摆，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在座是台湾人的，请你举手。好，你拢举手啊，提出证明。好，身份证来，先看看嘛，叫我看咧。你的身份证什么？对，一张身份证。你的身份证是不是这张？你卡手加慢呢。我知道你努，我知道你努，来，是不是这张？
啊，恁是足趣味的呢，恁是做来宾的，啊，来宾拢在讲讲在先，人要听课，恁讲个，啊，拢听过，搁到来你听，欸，我无带因来，我先跟你讲哦，家己对来，足嗨。喂，你看看哦，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有护照无？来。中华民国，你要怎麼证明你是台湾人？你有辦法证明你台湾人无？所以你每一次若出国，尤其去美国，海关甲你问讲，啊，你讲你台湾人哦，他不相信。九月七日，咱台湾民政府派32个人去美国开记者会。举办酒会，这32个人提就是台湾民政府所受到美国军事政府的委托所发行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咱现在是无护照，所以因将这本这个身份证，恁有身份证照啊？将这张身份证呢？放在 passport 的内底，啊，放在内底，海关一个拍开一个看，无问第二句话，翻译为当时，咱惊公务门，你脸干嘛足奇怪，简直不可能，是安怎？因为美国人。要帮忙的是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但是偏偏咱家己台湾人，家己足爱做中国人，是安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关系。当然啦、啊，我不是讲中国人不好啊，你要听清楚哦、啊。我不是讲中国人不好、啊，咱就是爱先讲，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你若不相信，你看最近，现主席，尤其现主席愈来愈明显哦，免做兵。我先甲恁讲一个消息，互恁知影。明年的4月到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入来台湾，发行中华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骗台湾人去申请，美国已经甲我讲啊，伊估计有1000万的台湾人会去申请。这1000万的是安怎？贪小便宜。伊会甲你讲，你若申请这张啊，你去中国拢免签证，直接秘密。大家会想讲，嗯，还袂歹啊，免签证就省几啊百块啊。啊，伫中国咧做生意啊。但是我先跟你讲，台湾民政府若执政的时阵，你申请迄个中华卡的，我将你当作中国人看待，好不好？你也先免拍破啦，因为你爱去想啦，啊，你讲无想，一声就讲好，啊，当然迄个讲好，啊，这个讲好，达达来，达达来，卖急卖急，不要着急。我今日是来演讲，唔是来去煽动的。我拢讲法律哦，我不会讲感情。1949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发行新台票，1元换4万块，怎样举手？好，我把请问各位，你去换换以后，你感觉你心内现就是感觉足甘愿的举手，啊唔甘愿的举手，啊变换倒转来无？袂，啊免啦，免啦，当时变换，台湾民众啦，即种天天换都等啊。还好足侪不公不义的代志呢，无代无志，阮阿公、阮老爸辛辛苦苦做生意，所留的房地产叫没收去诶，3500。3750啊，这工地放粮，这物件3500，国民党安怎做？你敢知影？
迄中国人安怎做呢？来，三千块，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交的，30%医生得了，家己落地啊。另外70%，再来分给农民啊。所以国民党这好业，是全世界上好业的政党，是为这来。免烦恼，现主席日本。原来大日本国内底的记录拢总有，即个物件拢有留互咱台湾民众后摆要处理。当然，我也不爱讲受着这方面啦，我先来讲法律。你拢已经知影，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恁足侪人讲家手，是安怎？你爱台湾？但是我若搁甲你问一句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我讲一摆，国宾饭店、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对野手，啊唔对野手，诶，咱拢有良心啦。住伫国宾饭店，你著讲这间饭店是你的，你会安尼讲，你袂野手，袂讲是你的，原因伫倒？你没有所有权状，对不对？啊，有良心吗？你无所有权状，你来刚刚讲，那是我的。所以，台湾人是台湾人，台湾，请问，你的所有权状在倒？任何一个人拢通提出来我看，有一块土地，那个所有权状拢我看，拢无我紧。你提不出来呢？你提不出来，你哪会当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的证据在哪里？哎，你就是去犯伊，还是证据呢？敢不是？来，我提证据给你看，台湾到底像的？马关条约，1895年签的，4月7日，4月17号签的。先确认出来咧，我要甲伊问，安尼阿袂问代志，我先互伊看，答案都有啊咧。咱初读的课本，到包括我，来你讲《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失败，将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请问对不对？对的，请举手。啊，恁真嗨啊！恁讲对，恁还搁伫对，啊不对的请举手。好，请转来，来，大门伫遮。哎、啊，嘿吼，这电话给我按掉，他看较清楚。啊，我紧着，我用听的啦吼，我用听，我用听，互你听。大清帝国，听清楚哦，大清帝国大皇帝含。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签约，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皇帝对皇帝签的，将台湾平湖、台湾近边的群岛拢挂予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有这些所有权，才将这些土地所有权来交予首相有管理权，所以日本政府有管理权、主权。以日本天皇的手上来等那个货炮得我讲一摆哦，这个无定哦，你无认真甲想哦，你会感觉讲你听无呢？意思对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主权是日本天皇，但是管辖权、管辖权日本政府，安尼听无？所以中华民国的教科书一开始就跟你讲，割让给日本，这是完全错误。刚才袂尊重讲，我一架车来袂吼，这个杜先生，杜先生付钱给我6000了，我车交予伊，请问这架车的所有权什么人的？多少的？多少？伊若无要使，伊讲交予后生使，会使哩无？
当然会使也可以啊。啥物交后生使，那袂使。当然会使，有驾驶执照，当然会使，会使啊。伊个后生即只车无注意去共弄着，啊弄着爱赔啊，真简单嘛。因后生甲阮讲，免烦恼啦，我车卖掉，来钱赔你就好啊啦。因后生即只车要甲卖掉，会使无？会使来加手，袂使来加手。哦，恁讲着私人的即款利益哦，恁拢足清楚的。因为所有权是老爸，我是免甲卖掉。同款的代志，同款的道理。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伊讲日本政府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伊甲你即内底，敢有甲你讲日本天皇放弃台湾的主权？到今日为止，伫台湾这国际法的国际法的一寡破书，乌白解释，地书咱台湾六十八年来，老百姓也好，政府官员也好，错误到今天。当时有讲日本天皇放弃主权，条文就遮嘛。即摆拢打迷糊仗，甲你讲日本放弃台湾主权，乌白讲。当时签约的是叫做吉田茂，尤西达的，啊，是啊，对，在2000，1963年，写一本册，其中的263页，伊讲啥？用日本天皇无放弃台湾主权，干他放弃台湾的管辖权，足清楚的。日本册叫做《The War in Japan》，世界甲日本政府，这个所在 Japan 就是日本政府。你讲吼，你要讲讲日本人讲这日本天皇呢，我证明给你看。想要讲这个日本叫做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当年啊，去签迄个投降书诶，就是投降以后，诶9月2号签迄个投降书啊，就1945年9月7日，伫迄个密苏里舰，迄当阵签迄个投降书诶人是啥物人？代表日本是什么人？丛光葵。各位，丛光葵来那张那个投降书，你有看无？我你们先吼，那个做整个那个投降书吼，正本给大家小看。啊，无伊讲你这截取啊，你好像看了全文，这就是正版的投降书的那个原文啊。啊，你来过来看那个上顶关。这个丛光葵啊，来较翕无较近的丛光葵。丛光葵是啥物人？伊是当年大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部长。伊代表是啥物物件？你要看下卡所写，伊的代表是 behalf of Emperor of Japan。伊代表啥？日本天皇。And 汉谁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政府。所以伊个身份是两个身份呢，一个是日本天皇，一个是日本政府。台湾人过去敢若讲台湾地位，一个错，安连全拢错到底。日本天皇因为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米啊，甲日本天皇限制条嘞，讲歹势哦，因为你战争输啊吼，你以后掂掂下。干那挥挥手，摇摇头就好啊。剩的话拢卖讲，所以伊嘛看足有做的呢。但是两年啊，看咱台湾去改接收啊，哦开始有笑容啊呢。我讲实在，我唔是讲假哦。去年咱派，去年派150个，
去年咱派220个，今年咱要搁派150个去。再等下再来讲。崇光会代表日本天皇接拜日本政府，所以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伊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呐、啊，迄、那个 right、title and claim 这三项物件代表下管辖权，这三项加起来唔是叫做主权呐、啊。所以各位，我若讲安尼较巧，你就听我啦。台湾主权要搁你身边人手头，无唔对。当时要跟你讲，听清楚，明年来底，年底一定跟你讲。所以跟你讲的时候，你莫惊着，因为你所读的课本拢讲日本窃占台湾，足夭寿的呢。日本天皇讲，我当时跟你窃占，窃什么？饕餮。当时人跟你饕餮，伊是叫《马关条约》条约推体，公公然然。将你清朝皇帝手头摕到的呢，伊哪有甲你偷摕？日本天皇讲我无偷摕，你这死中国人足爱讲白贼的，碰碰。歹势，我是袂当讲迄句话啦，迄死摕了，啊，讲迄无准算。啊，我足受气，我才会讲迄句话。你中国人吼，你为着要统治台湾啊，讲这款的话，啊，你台湾人吼，是安怎会去相信？1945年10月25，日本就跟你讲，台湾共和国，但是，伊讲我无跟你骗台湾人啊。你当时你在读册的时阵，那相片嘛拢给你看啊。那课本，小学2、3年级的时阵，那课本有一张图，来你也看一张图。我给你回忆啊，我不是制造，你等于你会记。咱迄个时阵读2年、3年的课本，诶，那这张图来你看。不是啦，迄、那个啊做，伫迄个，中山堂迄张啦。好来。你退我金毛花枝条款，咱读册的时阵啊，有三支机啊，你拢目睭迄种花花拢看无啦。我即马甲你考起来，互你看。你敢看有迄三支大概啥物型？有无？迄三支啥物机啊？会敢那看型嘛？知影美国机，敢毋是？你有看无？我甲你讲哦，迄个彩色的哦，搁较清楚哦。但咱迄当阵哦，满脑子的中国思想，中华民国好伟大，蒋公好伟大，咱拢袂记咧，目睭拢结无看。迄个时阵，人就这个图，佮用彩色互你看，你有看无？迄个黑白迄个国币的机啊，互因看卖啊啦，你有看无？右边迄个圆圆哇，看着知影迄美国旗仔形，你有看无？有无？各位，这6、7年来啊，台湾民主做甲足艰苦的。因为台湾人吼，拢讲眼见为凭呐。各位，眼见为不为凭？眼见不为凭，捌看过魔术的野手，哎，即马拢捌看咧哦。捌看过魔术的野手，魔术师的表演呐，啊，魔术师的表演，迄是真诶假的？哦，你拢知影假的呢？中华民国伫演魔术师啊，伫演魔术，互你看啦。因为我都甲你骗啊，我都图摕落伫遐啊。是安怎伫光复节，伊所谓的台湾光复节啊，美国的国旗会插伫顶冠，佮插比伊较悬，足清楚。
美国人跟你讲，台湾这个土地是我的占领地，我是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轰炸台湾的国家。战争法规定，什么人征服什么人，的战争法里面没说战赢战输啦，只用征服抗战，我征服战赢的人，征服的人才有占领权。你会跟我讲，你拢无要甲我多问呢？啊，是安那即摆看拢中华民国占领啊？你要问无？哎、欸，啊你嗯哎、欸，啊足奇怪，当然要问啊。嗯，你甲我讲，有征服才有占领，啊美国征服台湾，所以美国占领台湾，啊是安那看到中华民国来啊？因为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有一个一般命令第一号，这是杜杜鲁门总统sign的，其中第二条要求蒋介石元帅去台湾接受日军的投降。当时，伊迄单于啊。陈仪啊，来台湾接受这个导航典礼。导航典礼是叫这个第19人的总督叫做安藤利吉。来，这位安藤利吉过去足趣味啊！安藤利吉是日本天皇派来台湾的总督的第19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伊个土地，所以伊个土地伊都爱派总督来接。你咪感觉真奇，你一定爱问较紧，爱问我。啊，是安怎？日本迄四粒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是由首相来咧管理，日本政府首相。首相管理，啊，像台湾这个所在还好总督管，因为清朝在挂台湾这个土地的时阵，咱台湾是原来是清朝的殖民地，殖民地挂好别人仍然叫做殖民地，所以日本天皇在开始的时阵，摕到台湾这个土地是殖民地。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清朝那当中台湾的地图拿出来来台湾啊，台湾那个时候台湾的地图那当中这样啊，你捌看无？捌看的举手，啊不捌看的举手。哎、欸，啊，拢哎，恁吼较活泼来无要紧嘞，吼、哦，啊，捌就捌啦，啊，唔捌就无要紧嘛，万一惊就我也袂甲你笑啊。恁拢唔捌看，这张图唔是我画啊。伫迄个时阵，因为台湾是清朝的拓殖地，清朝的皇帝敢来管台湾的西半部，啊，右半部那胖个呢，右半部什么人诶？高山族的啦，我阁甲你讲，迄、那个原住民这三字哦、喔，较卖讲的，迄是中国人要消灭高山用的名词。您拢是原住民，啊，我为中国来的是新住民，听来敢有道理对不对？但是呢，阁经过50年、100年以后啊，迄、那个新住民就甲你讲。我嘛是原住民，迄当阵的原住民就叫消灭去啊。原住民我本来有偌济人，120万呢，即摆剩偌济，51万。过边几年呐？即摆台湾民众讲，恁甲坚持，爱叫做高山，塔卡萨国，塔卡萨国这个名词是为着来，
日本天皇做太子的时阵呐，来台湾呐，伊讲哇，台湾足济高山，好漂亮啊！啊，看到因哦足高跳舞的，啊足高唱歌的，啊行动足高的，足济嘛足高的。甲后面讲，塔卡沙国这个族，叫做塔卡沙，高山的这个民族啊，叫做塔卡沙国族，高山族。那国民党就开始用翻了，要给你消灭啦。所以讲，你唔能中计，你乃坚持。台湾的土地就是安尼啦，所以这个大清的皇帝嘛，足夭寿的。这个在1895年挂号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戆戆呢，伊要接着讲，才拆着铁棒啊，害啦。正平才逐工去甲伊换呐，正平就讲呢。啊！即阮的生活领域，安那雄雄一个日本人来，迄出有一出电影叫做《赛德克·巴莱》，你有看无？有看也就，我无去看，我看两三届。描写的，甲我当时写的迄个评论啊，差不多一样啊。所以，引起了反抗。所以在1905年，就是日本天皇的军队入来台湾十年以后啊，1905年啊，伊开迄个国际会议啊。国际会议的时阵哦，因决议，因呢叫美国来参加，因为美国迄当阵伊有印第安人的斗争经验，所以因开会啊，因先决议讲哦。即塔卡沙国，即原住民呐、啊，并不是国家，是敢那有一个部落形式尔尔，会当改征服。所以，1905年，日本天皇用十年的时间呢、啊，足可怜的。大清帝国甲伊战争啊，三天就输啊啦。人即塔卡沙国冻十年呢、啊。甲1915年，日本帝国派警察、派部队，甚至日本的一个天皇啊，嘛死伫台湾，是叫高沙族头壳剁掉的，足够的呢。当然，伊历史不爱安尼写啦。最近咱台湾民众有一个新闻。在咱台湾民众真高赞，有摕一面一项信物，摕去日本甲纠正，讲是毋是这个天皇的小弟的，即马纠正的结果讲是，即马讲一直要甲买，伊讲免买，要找一个时间啊，举行一个典礼啊。看是要放在台湾，还是要交予日本天皇？台湾人无遐爱钱呐，所以台湾的历史，特别讲啊，这68年历史真正拢爱改写，所以即摆过去写遐历史遐啊，后摆即阵呀，拢摕来甲变形。我无讲的是恁派出所呢，所以台湾在1915年，听清楚哦，日本天皇正式建构台湾主权，所以台湾真正有主权 （sovereignty） 为1915年开始正港有主权啊。过去根本就无主权，卖多咧乌白讲，讲台湾主权是啥物人的？1915年，日本天皇建构台湾主权以后，就是归岛拢总统一，属日本的管。免他证明，1922年2月初6日，华盛顿裁军协定，九个国家上界强的国家，其中的19条，伊讲承认
台湾澎湖是日本帝国的土地。所以1922年世界甲承认以后，日本天皇宣布1937年4月7日，伊就开始计划讲要台湾这块土地啊，要让伊为殖民地啊脱胎换骨，变作真真正正日本的土地，以实施皇民化。皇民化，皇民化，什么叫皇民化？就是你台湾人会当开始改名，改日本姓名，像我阿公、我阿祖，我有改名，我叫做塔克麦亚斯，武林，不是德林哦，是武林。所以台湾有几趴，10%的人。甲1945年的时阵啊，有10%的台湾人啊，姓名拢改。一直到1945年的4月7日，当然啊，1941年开始呢，4月7日宣布日本的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为迄一天开始，台湾人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大臣的臣、臣民。迄当阵台湾的地位、台湾人的地位，和日本的本土的日本人的地位同款。所以最近日本大学七个教授来找我，和我开座谈会。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我日本人嘛差不多跟这么蛮戆戆，安怎讲呢？因为战争的关系，因大拢无去啊，啊，现大那嘛失一半。我甲问一个问题啦，其实我这个问题足简单，我有来问恁啦。请问日本现主席、日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政府，再讲一摆，即卖日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的政府有同款无？有同款的，请你举手。无同款的，请你举手。你无简单嘞，你拢知影无同款的哦。啥物无同款？诶，名无同。No. 宪法无同啊。大日本叫做大日本国，伊的宪法和日本国的宪法无同。即摆日本的迄个国家，日本的政府的国家啊，宪法是啥物人甲做的？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用甲做，一工就甲做好啊！日本气甲要害，再等下再讲，希望即摆伫修宪，因为伊宪法无共款，所以两个国家拢变去，所以变去以后，日本天皇宣布，现主席的日本人是我日本天皇的国民，国民。咱台湾的日本宪法到今日为止。在法律上来讲，仍然有效。去年日本的外务省两个来跟我见面，我提出那个诏书给看，原文的诏书给看。我请问，这有效啊无？用100%有效。啥那有效？日本天皇伊那定伫遐啦，各位，有日本天皇，就有日本帝国。你会记得我跟你讲这个观念？即马美国开始特别实施，要将台湾这块土地啊，要献给日本天皇。为对于你看得出来，最近有一个2+2。美国的国务卿和美国的国防部部长，为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到今日，两个人做伙去。千鸟渊去祭拜，要祭拜啥？第二次世界大战死去的遐兵啊，遐士兵的灵位，这代表什么意思？两个人相拍和解啊，握手和解啊，要安怎？相拍嘛，我本来我该占啥物物件，佮占一个玩具啊，行人嘛。对不对？
来国际的事务啊，唔是讲今日我要行李就行李呢，豆豆是。所以我会当伫这个所在甲你预测，你要听清楚。过免偌久啊，安倍晋三啊，会愈来啊，愈勇愈来讲话，愈来愈大声。去年娘娘，去年美国和咱，因为咱过美国以后啊，2006年10月2日是过美国，到即马为止。每一个月，咱拢含美国的四个单位拢有伫联络。一年前，美国就甲咱讲，伊讲，阮就讲美国人吼，即有的实在是袂当讲大声啦。但恁要听无？遮细声哦，阿爸来讲。美国迄当阵啊，日票对美金啊是79.1元，79块兑1块，美国就甲咱通知，我们将在3个月之内或者半年拉美金对日元1块兑100块。我同时我听了这款消息，你想你敢敢讲？你唔敢讲，那有讲一个国家79元贬值贬到100元的，够有遐厉害？遐若小可贬的吼，美国都到后壁咧靠腰啊，特别会贬，全世界拢讲话啊。啊，是安尼要贬值，要让日本人马上伫一年内底，佮变出来原来地位，互伊好起来。所以你也看有影啊，伊变作100元、100元、100元、1元的时阵啊。日本开始国企业拢大赚钱啊，所以安倍晋三昨日安怎讲？我日本要来负担过这个亚洲的安迄、那个安危啊，要来防止中国的武力的扩张，臭屁话！你甲看报纸，你家己转去看报纸，看有影无影？过去日本敢那虾啊，伊在敢讲？现在开始有钱啊，所以你袂感觉讲，当然安倍晋三要做首相的时阵，事先咱嘛知影，2011年12月31日，咱民政府办一个模拟会，千多人参加。迄当然，因为2012年的1月14日要选举。美国甲咱讲，伊讲你去甲宣布，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迄个时阵，听到这个代志，我无啥敢宣布呢。迄当阵蔡英文气势偌悬呢，迄个小猪啊，三只小猪，吼，大家拢咧落钱啊，迄猪仔囝送偌济出去，我唔知恁送无着，送无着呢。但迄个时阵，我就甲大家讲：，你唔通去投票，咱来拒绝投票，因为投票予中华民国的生命搁再延续，是害死台湾人。啊，所以你唔通去投票，好唔好？大家嘛好。啊，真正歪去投票，举手。清华拢话举手。我你若去投票，拢巴肚疼。投你家己嘛是一个输80万票，而且80万票，人老早甲你讲好啊。美国已经老早给做好啊，恁会安怎拢都知影啦。安倍晋三还未做，还未去做迄个首相的时阵啊，美国讲，迄当伊有甲咱讨论啦，伊讲啊咱支持啥，啊咱准备支持啥，我也无捌什么日本人啊，但安倍晋三派助理来甲咱上课啊，我哪捌一个安倍晋三。啊，不就他？伊讲也赢1/4，1/3大于1/3，少于1/4。个人投票，拢都足准的啊。
拢总有够准。所以我咧想讲哦，你美国伫台湾有2000名 CIA 伫咱内底，你日本嘛毋知影偌济，但是伊对日本的国情、对咱台湾的民情，拢我都来了解个遮尔清楚，坦白讲啊，足无简单的呢。啊，所以呢，2004年、2006年的10月24日，咱过美国以后，2009年4月7日，高等法院宣布，头拄我讲的5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政府，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连接。什么是政治的连接？就咱拢爱消选举啦。承认美国军事政府也搁咧占领台湾。5点：要求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林志兴等228名。所以2009年4月7日接到判决书以后，那我上诉他最高法院，足趣味的。2009年8月7日，美国的国务院对外口正式宣布放弃抗辩权。什么叫放弃抗辩权？伊讲，阮已经放弃啊，原告讲的拢总对，所以。10月7日，美国的高等最高法院宣布，本案暂时先放在边啊，等待审理。啥呢？因为台湾民政府还未做好准备，要来接警政权呐。我派出所爱负责任，我跟你讲，你去接我唔敢。你有人无？阮遮拢人啊呢。美国讲啊，你准备4天的高级班，有读法律的来接政权。台湾民政府伫当年。2010年的11月7日，在台北成立。了后，2011年的1月14日开始设立研习营，开始训练人，足见效的。3年内底。阿未训练3000个，当礼拜拢上课啊！你看台湾人偌皮都，先讲阿只休困10分钟，多谢各位。
来，咱准备搁开始啊！哈，十分钟已经到啊，咱准备开始，啊，未讲未完，较紧。来，咱继续哈，咱读到的话题。我这边即摆要开始这个话题哈，我要先为国际局势来讲起。咱先看日本，日本最近会当讲真大的变化，安怎变化？就是讲日本向阳。刚刚别说为一个囡仔向向爬起来，其实日本啊，伫《马关条约》1895年以后啊，有一出电影，这个做电视剧啊，叫做《板上之云》，75台板上，有你看一下去，《板上之云》，但这边印刷一款，你能去看麦啊？日本来，这个电视剧来滴啊。美术跟你讲历史的，和咱所读的历史啊，都无同款。日本以前嘛是真善呀，真善的，甲清朝比起嘛差不多尔。但是呢，日本人伊有法度经过马关条约以后啊，利用马关条约建立啊。清朝赔一大笔的钱啊，向阳都阁赔起来。赔起来以后，迄当阵呢，美国是世界二流的国家，三流的国家。美国是安怎起来？美西战争，美国甲西班牙战争。西班牙的战争啊，我再来爱讲一个吼，这不一定是。历史熟悉啦，但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呐，就是伫板上之云的这个电影、这个影剧内底啊，嘛有讲。就迄当阵，日本的一个海军的上校啊，去伫美国，美国的政府官员啊。甲这个日本的海军的上校讲一句话，伊讲：我美国即马干那需要一个理由，我就向会当向西班牙的无极舰舰队啊挑战。我讲一摆，美国政府官员甲日本的这个海军讲一句话，伊讲。我美国要向西班牙挑战，只需要一个理由，爱一个理由就好啊！无你亲戚在那边见面，哪有可能？经过无偌久，
这个古巴啊，迄、那个军港的内底啊，一只美国的船啊，内底有266个啊，莫名其妙爆炸，266个拢死。美国向西班牙先宣战，这个海军的上校啊，伊伫想讲，前两日啊，前两日啊，才伫听伊讲，你美国敢若需要一个理由就好，就会当向西班牙宣战。啊，这个时阵拄啊，迄个美国一只船军干嘛爆炸。爱就甲宣战，啊，当然，西班牙很快就打败了，而且伊个无敌舰队啊，迄当阵是世界第一流的迄个无敌舰队啊，却会几乎歼灭，啊，当然美国赚真侪钱啊，波多黎各、关岛、古巴、菲律宾拢挂互伊，啊，无赚足多啊。啊，美国嘛开始好起来，好，我想到一个代志，你唔知会记无？去年北韩甲南韩一只南韩的军舰，无大无小，讲有一个鱼雷甲拍，沉落有啊？你会记无？有舰无？啥来无？美国一直甲日本讲，你甲舰，甲南韩讲，你甲宣战。我给你支持，哎，都无人咧保证。奇怪的是北韩呐、啊，出来讲吼、哦，我不甲拍。北韩、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呐、啊，是全世界上界男子汉的，我跟你讲，男子汉。伊含飞机啊，迄、那个客机甲炸掉，伊就讲，迄我拍。我甲炸掉诶！独干即只军舰嘛，伊讲我无，是啥物原因？南韩无爱战，美国换去甲日本讲甲战，日本讲我无爱战。我甲他讲即个，互你家去想，甲迄个古巴诶船叫沉落，两件代志，你去想看卖啊！美国确实有意思，要甲北韩战。爱足起来，你遐看北韩呐、啊，足配合的，你知不知？迄当阵飞弹啊，吼、哦，晒出来，搁个穿起来，吼、哦，啊就全部备战。南韩马上甲美国讲，你 F-22 嘛卖二十只好啊，所以澳军嘛讲，你嘛卖二十只好啊，澳军嘛卖二十只好啊。美国跟他讲，说迄个南韩北韩呐、啊，迄个叫做飞弹呐、啊，安尼夹起来，搁放落，啊塞登去看，啊隔天刚搁出来，搁夹起来，搁塞登去，赚足个钱。美国会真正怕北韩啊未？你若讲未，你若遐敖，你拢讲未？啊关你咩？我跟你讲。原因是中国嘛足客啊，金正恩有一个哥哥叫做金正男，有无？中国甲饲甲肥肥，当伊讲要战的时阵，较紧嘞，来，转去，去住伫迄东北。美国呐，真将北韩的金正恩甲提掉啊，金正男随去做头。美国想讲硬嘞，啊我拍的，啊你叫过伊个倒转来。伊都无遐戆嘞，未见。啊，但金正恩伊嘛利用这款的机会，伫南嘛，伫这个北韩啊，得到的伊的所谓的尊重。你们看少年嘞，头脑真好哦。伊甲咱用这个飞弹呢，夹起来，搁放落，收顿去，搁出来，搁夹起来，搁放落，搁收顿去，连耍三摆。伊就贪足贪过敏去啊！国际局势啊，你唔通看，干那看台湾的报纸，
无一点的准啊！你来看日本，最近我甲各位讲，安倍晋三要修宪会通过。我本来是估计年十二月底以前，即嘛未啊，可能大概伫明年的二月、三月以后。啊，若通过以后，国会要通啥？通过以后，日本的国民就变作日本天皇的什么？臣民啊！就是我头先讲的，我甲日本大学教授伫遐问，我日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的政府有共款无？但是因答袂出来，因怎想几波呢？用你的问题那只深，我是足简单嘞啊！啊，迄是，我你毋是大日本帝国嘛？又唔是，你日本政府嘛？但咱看明仔唔是的，啊，真正唔是是啊，因为宪法不同。啊，所以日本天主是，我恁拢是日本天皇的国民，对不对？与日本天皇有发迄个诏书啊，讲伊是国民。咱台湾人是，他都我讲的，臣民呢，与诏书一个公布。和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甲参政权，死去以后放伫靖国神社。但是伊若修文通过，是毋是日本人会阁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印度讲我唔对啊，我们就变成臣民啊。我讲歹势，后摆你爱叫我台湾人安尼去，叫大兄。伊讲啊，对啦，迄是我。啊，你去就是较土话啦。啊，我是伫台湾伫个闽南就安尼个讲个啊。我过去日本时代，日本人是台湾人的大兄，但是今日迄个大兄已经过身去啊，有战争战死啊，叫修宪个改过。但你两个重新修宪。你搁起来，你袂当袂记恁阮呢？阮换阮做大兄，你做小弟。遐日本人是笑噶，转去较紧寄迄个啥油缸给我。我看到油缸，我嘛爱笑。迄油缸4800块，邮费9600块。不过伊表示讲尊重啦吼，啊，表示讲建议啦。安倍晋三，他即马访问苏联两届，这两年来的，为着啥？北方事党。安倍晋三去访问苏联的时阵，苏联的总统叫做普丁，甲伊讲，因为安倍晋三讲，北方事党爱台湾呢，苏联的总统甲讲哈，北方事党不是你日本政府的。安倍晋三听了，目睭才大泪。那也讲，那不是阮的。所以我讲一句话，我较刺激。你要回去多念念书啊！叫伊等于读册呢，这都无礼貌呢。叫一个总理讲，一个总统甲迄个首相讲，你等于读册。当然，安倍晋三这日本人足客气的啦，平安往来等于。去年、今年过去，同款的问题，同款的答案，搁倒转来。各位，什么原因？北方四岛什么人的？什么人的？日本天皇的啊，跟你日本政府什么关系？来，大日本帝国的地图出来，给大家看麦啊！大日本帝国的当时的土地是安尼。这不是日本帝国的土地啦。我跟你讲吼，大日本帝国到现在还在哈，天皇哪在嘞？大日本帝国还存在。来，你看，朝鲜呐，
朝鲜我那赶快红色的，但是朝鲜是哪嘞？是1905年，迄当阵朝鲜的皇帝、朝鲜的皇帝保留主权，将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但是台湾偏要是大清帝国将台湾的主权和管辖权拢总交予日本天皇。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以后，韩国就独立了。就是日本今日放弃管辖权，台湾我都独立无，无法度，因为主要的权利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手头。所以我跟你讲，美国用这啲甲咱算，伊不爱跟你讲实在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参加战争啊，无啊，伊也无权利讲啊。啊，联合国会当管台湾无？未使啊，因为联合国的成立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代志，你管不到台湾。迄美国国务卿甲迄联合国的迄潘基文讲啊，你联合国管不到台湾呢，你无权利去管呢。所以国际局势，咱台湾人较袂讲。对国际间的代志啊，几乎等于零呢，拢唔知影呢，拢靠伊个嘴，讲较大声的人赢，逐摆拢是拢出反应。你甲看，北方四岛，啥物人诶？日本天皇诶，伊即摆日本政府喊官来大日本帝国，无共款啊。所有权无共款呀，所以你日本政府要讨无法度。所以我甲安倍讲，北方四岛爱靠上去讨。我们你拢遮巧呢吼。有诶讲吼，伊讲啊靠日本天皇，日本天皇诶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诶美啊，伊嘛无法度讲话啊，伊干呐挥挥手尔。我甲讲。爱靠台湾讨啦，台湾人有迄个权利讨啦。哦，后摆咱的土地真宽嘞吼，管到北方四岛去。所以迄当阵啊，两年前啊，苏联的《政报》的记者，两个人来台湾搞我访问，因为我研究战争法嘛，听我讲讲以后啊，讲了后啊，伊拢惊到啊。要离开的时阵，甲讲哦，两点啦。第一点，叫我讲卖将这代志，互日本人知影。啊，我讲哦，哎，我呢不跟他讲诶，我已经讲了。第二点，邀请我去苏联，一切甲你交代哦。我讲这几款的吼，黄鼠狼给击败你，我去那个被袂当等下的麻烦。但是呢，等以后吼，人因做两个代志，第一，甲中国讲，中国以前有一个黑龙江有一个岛，不是黑龙江啊，那个什么江，那个甲苏联的边界，那个有一个叫做瞎子岛。那个瞎子岛啊，苏联刚占一半，啊刚占去，无偌久，伊竟然马上甲迄个中国讲，迄阵江泽民要你换啦，甲江泽民讲吼，安尼，我还你一半，啊马上来签约，啊你若同意哦，马上签约还你，啊无我还你，迄推下面的江泽民，伊唔知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你看较酷，你都爱还伊啦。伊讲伊要做民主英雄去改签啊，其实是卖土地送互苏联啊。当时伊妈甲日本政府讲，去四粒岛，我还你一半。咱就较紧甲日本讲，不要答应，因为国际法规定，占领未当移转主权。各位，恁今日。在这个所在，上的重点，对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
占领袂当移转主权。第二点就讲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但是中华民国无甲你骗哦，为头到尾拢无甲你骗哦。是安怎？中华民国伊伫外口参加国际组织用什么名 ？Chinese Taipei 有无 ？Chinese Taipei 安怎解释？中华台北的家属，啊，中国台北的家属，啊，这两个人，你这捌英语，这两个人哟，啊，唔知的家属，我甲你讲啦 ，Chinese Taipei 啊，唔是中华台北，嘛唔是中国台北，是叫做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人无甲你骗呢，是你这台湾人，你家己去解释呢？迄国际法破碎，咱来清晒。我甲你讲，小李家你看，这全世界拢知影，干咱台湾人唔知尔啦。人老早就甲你讲啊，全世界拢甲你讲过啊。流亡中国的政府在台北市嘛，西藏的流亡政府在德兰萨拉，叫做吐蕃。吐蕃有选举，但是印度人会当去当无？未使。独独中华民国的选举，台湾人足欢喜去当票。你去不爱去啊当哦，伊阁甲你骂，我不你选了国民党票。啊，国民党掉了了呢？我问你嘞，甚至有一个国际法的专家讲啊，我认为我足歹点伊的名。用台湾经过民主选举、甲总统选举，已经逐渐变成一个独立国家。我会昏倒。我变国际法内底无这条啦。我有选举，就当作独立国家。遐简单啊！全世界无这种的法律呢。我问你，这种的民主，这种的选举，敢有民主？我头头讲你讲，美国甲咱判讲哦，人民生活之政治的炼狱，想讲政治炼狱，因为候选人会当得30块，这你知影无？一票30块呢？无予你选举的行路工，伊都会当摕30块。你看台湾人看结果，千里迢迢坐计程车去送30块予人，刷了去个，互伊去贪污，刷去阁予伊去伊要做啥物事拢会当去做，啊政党阁50块，所以你甲民进党讲，唔通去选。伊讲你起笑，当然爱算啦。伊的理由足多，好大！你即摆30块、50块拢啊取消，你阁算哪款？609万票，一票30块，得要甲2亿，小小跌落拄啊好。无人会讲话。我捌做过任务型国大。300个内底，敢若一个人无爱钱就无爱钱，无爱领伊个钱就无爱领伊个钱，而且要收现头前个3天我辞职，我安尼。讲拢讲啊真好听啦，我无爱钱，哎，我绝对袂钱，啊袂讲无着钱，拢排队伫呢，目睭清清看。各位。台湾人真正爱钱死好，我跟你讲，你真爱听听，我若叫你卖算也很困难呐。我可能随你的便呐，但是你家己爱知影，咱伫慢性自杀啦。我台湾民政府会继续拍拼，因为。
美国甲我讲一句话啦，你台湾民政府虽小，加上阮就是美国，等于很大。我特别爱这句话。今日台湾的生路，从最后这条路就是法律。这条法律不是干那我讲尔呢，中国领导人嘛讲呢，俞正声伊安那讲，你只要你若民进党不要走法理台湾，我马上跟你谈。我要请问，什么时阵民进党走法理台湾？民进党的东兄伊讲啥？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你去选伊，是毋是你选你主帅？所以你讲哦，大家拢有当心啊，讲我都爱好爱后代安怎？你后代啊，一刚刚嘛，想我看见搬去美国，搬去日本，搬去对，唔免遐艰苦嘛。中华民国结束就台湾就我都来处理了嘛。那不是？但是我跟你讲，十八趴的人未同意的。我拢知影啦，我的演讲足侪拢足爱听的，每一场我的演讲拢几啊百人呢，足爱听。啊，若讲十八趴，但是你会安尼讲，我嘛赞成啊，因为你若无十八趴，你无多活到今日啦，这合情合理啊。但是我咪讲一句话啊。甲你时间点的时候，你爱站出来，安尼好唔好？甲你时间点，你若无站出来，我会将你当作中国人打扮。可比讲，头话我讲，国民党新台票一块换咱四万块，到时我就一块的正台币正台票，宣布新台票爱四十万来甲我换。因为我要算你七级，但是你若有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一块换一块，因为你是台湾人，啊，有公平无？先卖拍破啊，先卖拍破啊，因为恁爱过去想咧啦，我不爱恁匆匆忙忙啊，干那听，你有说够可怜。台湾民众啊，这几千个尔，要到要来之前，那民众拢遐侪人都无法度啊！你目睭起去，甲想一个镜面、镜头，八千名的美军入来台湾，内湖金湖路100号，有800名海军陆战队。青山港整个基地都是美军，乐山、台南那个军港、嘉山统统加加的8000名。那一天用雄雄中华民国的旗你都没看，都换台湾民政府的旗。各位，那一天会到，因为我这两三年讲的话啊，拢足准的。我这两三年所讲的每一项拢实现，我有讲过。当世界美国的经济真歹的时阵，我一年前讲，美国会用美金甲换色，换做红色的。即摆美金已经出来啊，换啥物色？有看到这个新闻的亚洲？哇！恁会害恁，恁拢遮爱钱，啊，拢唔愿意去看美金的吼。迄台票吼，用了久吼，你藏久吼，会作废哦。我先甲你讲哦，美金已经换红色了啦。啥来换红色的？美国要防止黑金，防止
武器的贩卖，防止毒品。红色呐，换咧个地啊，美国的迄、那个美金的发行量啊，剩差不多以原来三分之二尔尔。安尼你甲看，美国讲经济足歹啦，但是美金有没有贬值？有无？没有呢，无贬值呢，无贬值，我去搁升值。哦，足奇怪咧，这搞全世界，哪只经济歹，迄、那个国家咧经济真个歹。破产的时阵啊，当地的币值啊，跌到密密麻麻。你唔是讲中国即马足好起来，对不对？美国欠中国足侪钱，对不对？啊，知影即个美国欠中国足侪钱，请你举手。啊，你唔知影，我就免讲啊。你唔知影，你无看到报纸，凊彩就甲你讲哦，美国欠。在好几十亿、好几百亿，你无看到吗？有无？有看到加州？有啦。去年副总统，美国的副总统去北京，北大的学生甲加州，请问副总统，你美国欠我们中国这么多钱，会不会还？看我这么多钱，啊，你不行啊，无啊？美国副总统讲，伊无讲要行啊，不爱行哦。伊跟他讲，我说一个例子给你听：美国欠中国的钱，我会好好的保护，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哦，大家拍手欢喜啊，无问题啊，无问题啊。巴肚内底迄块肉，你敢会让个？对不对？人迄、人迄吼，中国的迄个也做上校吼，迄个空军上校啊，听听下邓一楚吼，过两天尔伊就讲不对不对不对，即句话不对不对，伊讲哦，碰你巴肚的一块肉，我也要让甲你饿啊，啊等你放出来，变啥物？米田共，然后美国欠中国足侪钱，啊，咱愈欠愈侪，啊，中国那边用欠，哎、欸，我问你，拢做生意的啦吼，哪有做生意足足侪嘛？还是某咪人哦，你的钱好借我某咪人啦，已经欠你五百万啦啦，过来讲，哎、欸，我摕五十万来借，你要借无？卖下手。啊，不爱举手，恁安若无举手，我要来借我用。已经欠我五百万啊！啊，你过来讲要借五十万，我才要借你。但是中国都足奇怪呢，美国人欠伊几千亿啊！所以美国印迄、那个、迄、那个外、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债券啊，甲规定美国个规定中哦，你必须来买。你来，你来买，我偌济倍，你怎个买？我印吼，可以讲我印一千万吼，啊，我诶美国，按是迄个美国规定讲，啊，你中国爱买两百万。中国诶财政部部长讲吼，我伫起笑，我来要甲你买，你欠我遮侪钱，我甲你买债券，我不买，欺骗。东江啊，美国财政部部长讲，你不买没有关系。我自己买。我过几天哦，中国妈讲，我昨天讲错了，我买。是啊呐，伊要讲伊要买，因为手续唔对啊。啊，你美国要用什么钱买？你都无钱，佮袂买，印钱啊。你看 QE1、QE2、QE3， 我直接印啦。啊，即要印你家己，贬值啊！啊，本来一千万呢。可以贬值的，个地就剩九百万，伊就无法度，伊较苦，伊就爱甲买啊。美国人是足巧的，啊，搁一点，啊，真拄好啦。全世界所有领导者90%以上
的主题拢伫美国的，敢若中国。一天敢若去甲骂美帝，美国安怎安怎安怎歹，安怎歹安怎歹，哎奇怪，囡仔拢送去美国。啊，所以领导遮个美国遐个囡仔，哎，拢摕绿卡，拢摕公民呢。所以全世界上上好呀，美国上好呀啦，遐个囡仔。的財產加加的，美國他頭說的，我跟你頭說，在我美國這些留學生，我跟算算，他們父母的財產加加的，他的債券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在這人的，這幾人的手頭了。哈，做美國是很厲害，所以美國跟美國人算了，你不用算了，我不會騙你。這是國際的局勢，全世界现准时，那武力第一名什么人？唔对，唔是美国，第一名的是啥？日本。还佫足侪武器还袂公开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你敢知影？日本有几只航空母舰？29艘，29只，哎，我是到几点啊？是不是时间到啊？我个一分钟就好。即摆中国一只航空母舰都无，你讲哎，我又一只，迄只我讲，迄只唔是，迄只是叫做海上旅馆。我甲你讲。那隻不能作戰，全世界11個國家有航空母艦，只有這隻航空母艦頂上沒有飛機，你給注意看，當時它的飛機我估計啦，上少上少還有一兩年，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能說到這裡啊，非常感谢各位来收听我这个叫做演讲。因为时间短哦，我无法度讲到非常的有系统。啊，我刚才讲一个。啊，咱校长都有代志出去，所以有委托我伫遮接受讲话。啊，咱感谢。林博士，伊真无闲个中间挂工，今早起伫咱遮专题演讲，咱搁一边拍鼓啊，感谢。啊，林博士，伊要邀请伊出来甲咱专题演讲是真无简单。这边吼，透过蔡英姐安尼，对朋友遐安尼去探听。吼、哦，看林博士即马伫倒位啊，有闲啊无？安尼，咱伫顶学期就已经安排今仔日即个时间。啊，真感谢林博士，伊足无闲，咱知影伊拢认真为着咱台湾咧拍拼。咱今仔日所看的台湾民政府，吼、哦，我看一个真感动吼、哦，真正咱着爱为这条路大家来拍拼来协力，吼、哦，啊。咱嘛真欢迎，林博士的朋友今早起嘛做伙甲咱伫遮组织来分享林博士的专题演讲。我想咱拢真感动，吼！咱台湾人就是拢唔知影，拢去用骗去啊！今仔日所听的就是事实，咱普通时阁无法多通去听到遮个 news。啊，因为林博士伊接触真济的人。啊，所以伊有法度去了解真侪事实，啊，咱会再真欢喜会当听到遮啊侪真实的代志，啊，咱拢唔茫惊，咱为着台湾民政府来拍拼，咱唔免惊美国，也唔免惊什么中国，啊，嘛唔免讲惊什么日本，各位拢唔免惊，咱就是咱家己的路了正，啊来行，来拍拼，啊大家协同，安尼好无？哈，啊，咱足感谢，感谢，哈，啊，咱即马下课啊，学堂啊，
就是迄、那个手语课，哈、哦，多谢。